白带上的带上啊不能出去啊带出我不讲啊你去哪里等啊你哪里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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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一杯水，大家看一下，确认一下，一二三，瞬间的，我一杯茶水变葡萄酒，瞬间的还原，直接教学，不要忘了冲击。教学首先它是一个化学的魔术，表演的时候拿出了一个，放在手心里，大家是看不到的。大家看一下，瞬间的变黑了，非常的简单。变黑了之后，我们需要手心里左手放点白的。倒起来，瞬间还能变回来。大家看一下 ，OK， 非常简单。你学会了吗？不要忘了关注我，每天学魔术。